国家五 A 级景区福州三坊七巷南后街是三坊七巷主街，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。福州市三坊七巷也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，古城的核心位置，历史文化街区。福临糕，福州人叫哦，美食，雕刻工艺非常精湛。三坊七巷，其七巷为南东巷、杨桥巷、塔巷、房巷、安民巷、东巷、吉壁巷。其三坊是一景坊、文鲁坊、官路坊。搭乘福州地铁一号线，至东街口站下车即可到达三坊七巷景区。公共街区是重新开放，被称为明清建筑博物馆。这里保存较好的明清古建筑159座，其中有林则徐、冰心等诸多历史名人，是闽都文化的重要代表，手工传统糍粑制作。正大光明，坐坐一位慈禧太后。长发的制作工艺，有的人会要的。福州鱼丸，又经过了一个巷，古代的元宝。大家好，我是可特德华，我现在正在福州市三坊七巷。三坊七巷现在是一半晴天，一半的阴天。
虽然另一半是阴天，下着一些小雨，并不会影响游客游玩的心情。进退期间，300年历史，300年文化，这个山城别的非常多，各种颜色五彩缤纷的金纸鹤。福建省木雕工艺。寿山石雕刻，这座满汉群席全部都是用寿山石雕刻。海鲜龙船寿司，好逼真哦！你看这个发菜，石头刻的生姜。这个火山岩当中钾钙镁活化元素呢，可能就好恐怖的蛇，都是用寿山石雕刻而成。三坊七巷也有人在此开抖音。福州龙树，这个麦当劳也成为三坊七巷的历史，真是个笑话。不用啊，手可以。一百户。从这个角度看去，蓝天水形成了一幅美丽的雨水画。也有人
在此拍定式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。